这天凌晨两点，一名戴着手铐的女子出现在贵阳市云岩区的一座高架桥上。她挥舞着戴着手铐的双手，向路人大声地呼喊。脸上有血，身上有血，因为是夏天，那个滚下之后手部脚上全部有挫伤，然后就在出血，然后就在给旁边的车子呼救，过了差不多三四辆车都没有停。这个身上有着斑斑血迹而且还戴着手铐的女子是谁？她为何是这副模样？这个凌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阴阳地市准备从那个丁字路口下那个高架桥，他车速比较慢，打着转弯灯，然后我就跑到他的车面前去呼救，然后那个的士就停下来了，车上有一男一女，司机和男乘客就帮我报警了。警方了解到，这个看上去很奇怪的女子姓黄，她说自己刚刚遭遇了一场让人心惊肉跳的抢劫，当时她驾车行驶在路上，突然被一辆轿车追尾，黄姓女子赶忙下来查看。停下来以后，车上就下来了三个男子，这个三个男子做了一些化妆，就对他实施一个抢劫的行为，当时就把他拖上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对他进行了捆绑，用刀相威胁。黄女士说，她被犯罪嫌疑人拽上车后，就给她戴上了手铐。我就当时很害怕，一定要逃离他们的控制，所以我就选择跳车。我跳车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我不跳的话，可能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绑架、抢劫是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公安机关历来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当面对此类暴力犯罪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防止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呢？为此，我们特别制作了三集防范绑架抢劫护佑平安特别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的是这类案件的受害人身处险境时如何积极自救，保护自身安全的。毕竟此类案件中的嫌疑人很多都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一旦处理不当，危险便一触即发，很有可能会危及到受害人的生命。在节目开始时，我们看到的这位黄女士身的女人被三个劫匪劫持，并且还被戴上了手铐，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她竟然能够顺利地摆脱控制并且逃生。因此当警方最初听到她的叙述之后，甚至怀疑这是她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凌晨遭遇蒙面歹徒，财物被洗劫一空，劫持途中突然跳车，受害人竟然只受轻伤。若女子如何逃出歹徒黑手？是自编自导的一出假案，还是案件另有隐情？欢迎收看一线系列节目《安危之生死一瞬间》。据受害人黄女士回忆，事发那天的凌晨1:50左右，她独自驾车从公司回家。哎，我就感觉到后面老有一个车跟着我特别近，哎，我就觉得好奇怪，我放慢车速，他也不超我，然后我心里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回家的，就没再去多想。黄女士显然太大意了，当她行驶到一座高架桥时，一直在尾随的那辆轿车突然加速，从后方撞了过来。开始我以为是正常的挂差，我就走下车来，然后也没拿包也没拿电话，我就站在我的车门，因为有点晚，我还是有点怕。看到黄女士下车后，一名男子也从后面的轿车上下来。我就看到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左边脸，然后蒙面，用那个纱布然后贴了很多胶布，我就没有再去多想，然后我第二句话就是说，我那就报警呗。谁知歹徒突然凶相毕露，交通事故瞬间演变成一场抢劫。用匕首，大概有20几公分的匕首，然后就把我控制住了，
然后就用刀挟持我。然后这个时候从副驾驶位下来一个也是蒙面的，穿深色的夹克戴帽子的一个，差不多有1.75米左右的个子，身材比较魁梧的一个人，两个人同时就把我往他们的车上拽。我上车之后呢，他们就拿了一副手铐铐住我，因为他当时想把我的手铐到他们那个车的前面那个座位有个杆嘛，想铐到上面。但是我想着，因为那时候心里还是很害怕，然后还好呢，我还是属于比较冷静的那种，我就想着如果我一旦被铐在车上，我肯定是逃不脱了。然后我就双手抱着，一直抱得很紧，他就没办法把我手掰开，他就用手铐铐着我两只手，铐在前面的。两名劫匪挟持着黄女士驾车离开，另一人则开走了她的轿车。黄女士说，就在这一刻，她突然想到了一个逃生的办法。因为我自己开车，我能感觉车速啊，而且那条路我特别熟，知道那个地方有个减速带，我就发现他们那个车不是很好的那种车，不是那种一开着就自动上锁的车，我就趁冲着我的那个人是弯腰，可能是找东西想蒙住我的嘴的时候，我跳车了。根据黄女士的描述，当时的轿车时速大约30公里，她跳下车后就摔在了地上。我真是抢救，应该车速很快，而女子应该有比较重的伤情，车上跳下来，还伤情很轻。我跳下来之后顺势滚了几圈，我就往他们的反方向跑，那时候我就高声的呼叫救命，他们短暂的停留了几秒钟就开着车走了。更让人不解的是，歹徒为何在他跳车后如此轻易的放过了他呢？其实跳车以后，因为当时的车流量呢比较小，同样他们也可以下来控制受害者的，但他们选择的是逃跑。警方的疑虑不止于此，他们觉得对于劫匪驾驶车辆的特征，黄女士描述的也过于模糊。晚上又没有路灯，我看不见他的车的颜色，因为我没有走到他的车旁边，我只站在我自己的车旁边。难道说黄女士在说谎？案件的背后真的有什么隐情吗？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细节也越发让人感到蹊跷。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地上还摆一些束缚的工具，有犯人使用的一些警绳，绳子嘛，还有一些棉花啥的，堵住口的嘛，都还在袋子里面。我想，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说是把犯罪线索留给我们，是不是故意的吧？对于这一点，黄女士的解释是，在她跳车后，劫匪的车停了一下，并从车窗扔下了这些东西，但是，这可能吗？抢劫或者是绑架案件肯定有预先准备的，犯罪嫌疑人应该来说是做好一些充分的准备，也不可能随意的把一些作案工具留给警方作为线索去破案，不可能嘛，是吧？除非是有恶意的啊。当时我们就想，是不是说女生和这女生自己造成的一些案件。虽然案件的真实性还有疑问，但警方的当务之急还是要根据仅有的线索展开侦查。警方决定先从被抢走的轿车入手，寻找案件的突破口。此时受害人黄女士提供的一个情况让民警眼前一亮。我长期用那个导航，而且我也知道我那个车子的这些功能系统，它可以监控我的车行驶到哪条道路上，然后车头向哪个方向，它都能通过卫星看得到，它可以远程帮我断油、断电、熄火。警方当即决定，通过远程控制对车辆进行强制熄火，并迅速赶到车辆所在的位置。不料，警方竟发现了新的疑点。赶到现场，嫌疑人已经全部不见了，已经是逃离现场。他的车停在这个路面上，完好无损。如果立即叫停的话，那么汽车的这个车辆应该是要么停在路中央，要么有偏差的停在路旁，有可能还是门窗没有关好了。当我们到现场时，这汽车正好是不偏不离的，停放在路旁，而且门窗全部锁好的，是吧？所以就是很可疑在这点。强制停车的效果再次出乎民警的预料。
难道这又是一个巧合？会不会是劫匪在强制停车前早就停好了车，弃车而逃了呢？而此时受害人黄女士竟然又表现出一种反常的轻松。我自己安全了，车也找回来了，我就问了警察，做完笔录之后我说我可以回家吗？他这么急于的哈，就把车驾走了，可能当时出警的民警也有一些怀疑和疑问。在仔细查看黄女士的报案记录后，侦查员发现了一个问题。黄女士说，案发当晚她随身携带的10000多元现金和一部手机被劫走了。然后我们问她，这个现金里面是自己的钱还是公司的钱啊？那她说有公司的钱也有自己的钱。那当时民警会就有一种想法，会不会是由于什么原因他把公司的钱拿作他用了，然后报了这么个案件来销账，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警方了解到，黄女士和她的男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平时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但就在出事那天，他们的行为却表现出了一些异常。晚上11点多的时候，这辆车是她的男朋友在开，那后头这个2点多又变成她开了。黄女士的解释是，案发当天晚上她男朋友有应酬，所以她独自开车回家，这一点也得到了她男友的证实。尽管黄女士的身上疑点重重，警方也只得暂时把目光转向了她的轿车。通过勘查呢，就获得了一枚很关键的指纹，这枚指纹呢，通过我们对受害人和受害人的男朋友的一个排查，就发现这枚指纹不是他们两个人所拥有的，那就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嫌疑人的。民警立刻对车内提取到的指纹进行比对筛查，比对出了一个姓王的人，这个人是我们贵州开阳的人，肯定是这起案子的重大嫌疑人。这名嫌疑人名叫王洪桥，爱好赌博呢，被公安机关打击过。然后最近由于这个赌钱啊，债务缠身，已经是比较急了。为防止走漏风声惊动王洪桥的同伙，民警决定在他独自一人时实施抓捕。落网后，王洪桥很快向警方交代了自己涉嫌犯罪的事实，同时他还告诉民警，他的两名同伙分别叫汤黎安和冉强。晚上9点，抓捕组决定直奔汤黎安的家中，对其实施抓捕。你家水漏下来了，你家水漏下来了。怎么样？好，公安局，公安局。我没打人，你懂吗？那你意思？这姑子，这姑子，哎呀，够了嘛！来了，领导都不来了，够了嘛？金光仔，那是嘛？那是你咋写的清楚？哦。我说他摊子哈，是他做过那事，咋记清楚？装了还装了，你不在搞了呀？你还装是吧？现在你的出，你们要闹呢就闹。你是闹了，你可能搞错了，我们才是公安的。此时已经接近午夜12点，警方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冉强的家中。听到没得？他谁都把我留下眼啊！等会，警察，我来救你。开灯，开灯，好，开灯。任何钱你扣，扣好的，扣好的。啊，出事了的。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冉强的妻子此时还不知道丈夫究竟做了什么。
但冉强自己很清楚，这一去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结局。我们运爱工具来了啊！再见了，我们缘分就到此了。好，这个事情不是啥子小事情嘛，父亲。因为看他们的进展，又不是什么小事情。你就回去，就赶紧把婚礼弄悄悄的哈。反正你就去做你其他的事情，你不要走过来看我，也不要管我，也不要给家里人说。就说我失踪了，千万不要说。好，你就引导一个人承受罪了。好，去。好，走。行了吗？我也想我在。好辛苦，再见。据三名嫌疑人中的汤黎安交代，他一直在做混凝土罐车生意，后因经营不善欠下了高利贷，他产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于是找到了好友王洪桥和冉强。他真想到绑架了，因为那两个人呢，同样呢，应该是经济情况也不好。那么当时这个汤某承诺嘛，他一人给20万，所以他们才纠集在一起。随机的选择作案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它是这样定的：第一是女性，第二是开高档车。黄女士被绑上车后表现得十分配合，这让三名嫌疑人放松了警惕。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要钱的话，钱物都在车上，你们就别伤害我，我说你们拿完就走。三名嫌疑人自以为轻松得手，立刻驾车前往事先安排好的地点。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刚开出没多远，王女士竟会突然跳车，这让他们一下就乱了阵脚。还是比较机智，就是他选择跳车也是要确保自己的一个受到的这种损伤和伤害一定是在最小的程度。哎，因为如果车速快了，他跳下来可能他的生命也会受到极大的危害。黄女士能够成功的逃生，有着以下几点关键因素。首先，在恐慌面前，黄女士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冷静，也正是这份冷静让她观察到了车辆经过了减速带，并且车门没有完全锁死，这也就给她自己创造了跳车逃生的机会。其次，在面对嫌疑人的时候，黄女士充分利用了女人的身份来进行示弱。当嫌疑人要用手铐铐住他的时候，他双手紧紧抱着头，这也就让嫌疑人放弃了把他铐在车上的想法。正是黄女士的冷静观察和应对，才给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逃生机会。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另外一起案件，受害人同样是一位女性，在遭遇生死危机的时候，她又是如何自救的呢？案件发生在云南省的个旧市。黑暗中生死未卜，绝境中如何求生？一线系列节目《安危之生死一瞬间》继续播出。这天傍晚，小雨，于红坐在一辆车上，道路泥泞，车辆颠簸，眼睛被人蒙上了。他不知道目的地到底是哪里，走得好像走好远好远，然后而且路呢有的不好走，你觉得是颠，你也有上坡，挣扎反抗都是徒劳。他的肩膀上架着一把砍刀，于红安静下来，由他们摆布。下水你短短两把链，然后有个链子，然后把那个旧弄链子链起来，弄锁起来，真的有点像丢失云南的感觉。好子听到的懂得地球的声音，点点点地球的声音，我就好跑，就反正把你们打两层的了，然后就说你不想好跑，我们是汽车不会碰你一个手指头。就在于红深陷黑暗充满恐慌的时候，她的丈夫王成也在焦急寻找她的下落。这天傍晚，王成迟迟不见于红回家，四处打听时有人告诉他说在路上见到了于红的越野车，但车里没人。王成顿时产生了不祥预感，马上报了警。各就是公安局接到了王成的报警，办案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我打开无人机的包包，枪、手机全部都在，人不在，发动机呢还着火，引擎的音响还开。车辆的车窗玻璃全部是关闭的，在驾驶座位外侧的地面上，民警发现了一副墨镜的碎片。受害者的那个丈夫过来看了以后，他很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个眼镜就是这个受害人平时戴的眼镜。办案民警经过仔细勘查，发现车辆的尾部有一个不起眼的撞痕，5公分左右的一个磕碰的痕迹，这个痕迹呢是非常新鲜的。根据痕迹的形状和在车身上的高度，民警判断应该是被一辆带保险杠的微型面包车撞击所致。车还没熄火，眼镜呢也是被踩碎的那样，应该是被带离了，被强行带离这个现场的。王成夫妇是当地十分知名的企业家，多年来夫妻俩感情很好，携手创业，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会不会有人为了逼债对于红实施了非法拘禁？我讲不是，这是计算。我的媳妇的包包都有枪，手机，如果是抽上，我的媳妇就下来，两刀就上我办案了。当时我想，会不会因为这个债务问题，被债务人或者其他个把他弄走？夜越来越深了，警方组织了大批警力在事发现场周边展开拉网式搜索。比如说一些可能藏匿啊、躲匿的一些地点，躲藏的一些地点，山洞啊、什么涵洞啊、荒郊野岭啊，这些地方都扩大那个搜索范围。最想到最坏的打算就是像针对他啊进行一些这个财富上的绑架或者是敲诈勒索之类的情况。距离案发现场不到100米有一家工厂，院内安装了监控探头，在这里民警找到了于红车辆的踪迹。受害人的这个车辆呢从这个监控范围下开过去，当时看他的车速啊还有他行进的这个线路呢非常正常，没有出现什么异样或者说车速特别快的那种情况。监控录像里，于红车辆过去之后，仅仅间隔5秒钟，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一晃而过，车辆没有牌照，难道是这辆车和于红的车发生了碰撞？微型面包车的车头前面装有一个金属的那种防撞保险杠，有这个东西的话就足以形成这个痕迹。从监控录像里看出，4分钟后白色微型车原路返回了，返回过来，并且呢他路过的时候车速是挺快的，不像刚才过去那个样子。按照时间推断，车辆碰撞带走于红，4分钟时间足够了。警方立即扩大侦查范围，调集了从于红公司到案发现场沿途的所有监控录像，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车不止一次出现过，跟着受害人的黑色卡宴。这说明车里的人一直在盯守，一路尾随，伺机作案。他们的目标就是于红，这应该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案。虽然是个女的，但是成年人要控制住，必须是两个人，再加上这个司机，就肯定是3个，才能迅速作案。对他的人身安全，一直到心里面，我们只有疑问：究竟这人是去哪里了？是生是死，我们都不知道。大屯派出所办案民警彻夜未眠，他们从海量的信息里搜寻有价值的线索。其中一个卡点照片拍摄清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终于出现。开车的人，他有意识的把那个，驾驶座前面那个遮阳放下来，几乎把开车的人的面孔都挡住了。但是这个已经足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线索了。他那件 T 恤特别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就在警方焦急找寻于红下落的时候，他正被控制在一处偏僻的山洞中。
于红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思考如何脱身。我一直都在想办法找那个犯罪呢，我就相信公安人员一定会尽快的把我救出去，一直有这个精神。于红感到洞里很冷，没有想到犯罪嫌疑人竟然为他准备了棉被和干粮，于是他试图和这些人聊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已经活到十多岁的这种，对这个天差呢真的是生化之物，一交代这个切多切少都不是问题，老婆吃米汤泡饭吃现场呢，这一交代呢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已经是一种幸福哦。他说啊，是吗？嫌疑人为于红提供了食物和棉被，这让于红感觉到嫌疑人还有一些良知，于是于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和嫌疑人进行沟通。他首先稳住了嫌疑人，并且他向嫌疑人传递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那就是钱财对于他来说是身外之物，他愿意用赎金来换取自己的生命安全。于红的表态无异于正中了嫌疑人的下怀，毕竟大多数的绑架案都是为了获取赎金。那么于红的缓兵之计是否能起到作用，嫌疑人会作何反应呢？勒索电话，嫌疑人索要赎金，狮子张口。监控录像，侦查员锁定目标，迅速营救。一线系列节目《安危之生死一瞬间》继续播出。第二天上午10:37，大屯派出所响起了电话铃声，人们期盼的电话终于打来了。我接到大屯的电话，要收钱1000万。第一不能保全，第二1000万呢要借票子。他就是按我们的要求说的，就是，需要个时间筹款，数额太大，没这么多现金。犯罪嫌疑人表示，现金数额很大，不过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可以等。几分钟之后，电话再次打来，于红的声音出现了。汽水在分嘀咕的时候，老高没救我。我说你给好，他说好嘛。我说别的少，得么要1000万。我说我跑单确实是身外之物，电话就抢了。于红目前人身安全，人们的心稍感安慰。侦查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通过大范围的调查，侦查员发现，就在出事之前的几天里，还有一辆蓝色轿车总出现在于红的轿车后面，这绝不是巧合。一个监控探头拍下了蓝色轿车里的人。我们发现，驾驶员的衣着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在案发的那天，犯罪嫌疑人所穿的那件 T 恤出现在之前的两个星期的另外一辆车上。民警马上调查蓝色轿车车主，此人名叫陈旭，个就是大屯镇人。他周边的人反映出来，就是最近就是因为赌博，欠很大部分钱，经济条件不宽裕，所以他作案动机更明显。于红在山洞里度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早上，两个犯罪嫌疑人下山去了。山洞里只剩下于红和一个年轻的犯罪嫌疑人，两人攀谈起来。我家的俩都觉得都臭腐心里，不喜欢腐人。你们看的是好菜，吃的是好菜，我跟娘回不得去，会想这种做。不是说是因为腐人都这个钱都是不义之财，我就在讲，我们有钱也是一步一步的奋斗，都一直在听。这名犯罪嫌疑人，他向于红敞开了心扉。他曾经想要开一家蛋糕店，可是苦于没有资金，就一直跟着另外两个同伙混日子。我说如果你可以让你来做，我会给你一笔钱，你好的从头做起，做点事情你不能做你的，你还年轻还有希望。然后他就说如果他们死过小时不拿我放了去看。嫌疑人不知道，警方已经在大同镇周边地区设置多处卡点，对过往嫌疑车辆进行排查，目标正是大屯镇的陈旭。下午2:30，民警在卡点发现一辆摩托车上的一个人与陈旭衣着长相相似，警方果断对其进行抓捕。车上还有另一个人，经过审讯，他是陈旭的同伙曾发昌。姓曾的，
最先交代了同天参与了绑架一个女人开着黑色卡宴这个作案的事实。据他们交代，他们把于红关押在老厂镇七白山矿区的一个废弃矿洞里，下山前人质安然无恙，他们留下了年轻的同伙尚孝云负责看守于红。在那个图上用纸呢让他们画了那个地形，包括那个坑道的走向啊，然后关押人质的准确的地点都在那个纸上用图给它标注出来，标示清楚。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营救方案，发兵老厂镇。我这是血卡啊，我张主任袭击这个小武艺，我们几个现场，那我们要进洞看。我们中央进来，我们中央进来，不要怕。那点通了。这个早餐，哎，不要怕，我们是警察的啊，我们是公安局的。不要怕是吧？好，谢谢。黑头了，黑头了，在哪边走？上这边。好。等等，就算把那个链子打开嘛，走啊走。刀子啊，刀子。从被绑架到警察到来，整整过去24个小时，于红终于安全了。他显得非常平静，也是在想象意料当中的，只是比我想象的时间那里的还早了。他你要说整个在这个整个过程中还是比较机智，然后镇定。应该本身就是他讲这，确定自己那个不可抗拒的这个。被绑这个命运之后，努力自救这一块，他做得非常好。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陈曲交代，他做矿石买卖结识了曾发昌。在交往中，陈曲向曾发昌透露了自己的窘迫，他喜欢赌博，输了很大一笔钱，手头非常紧张。对陈旭的牢骚，曾发昌心领神会，他拉上了同乡青年尚孝云，三个人一番密谋，要发一笔横财。经过十多天的跟踪，陈旭三人摸清了于红的生活规律。这天于红一个人驾车回家，而且走的是人车稀少的道路。犯罪嫌疑人决定下手。他们制造了一场小小的车祸，不明就里的于红下了车。陈旭和曾发昌下山索要赎金，尚小云一个人留守。在这段时间，于红和他耐心长谈，几乎实现成功自救。不过最终尚孝云等来的是大批的警察，他的醒悟太迟了。以前只相信党，现在应该信法律。从黄女士和于红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身处险境的时候，冷静应对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冷静，使得黄女士和于红没有被恐惧压垮，而是积极地观察周围环境和嫌疑人的行为细节，或是实现了自救，或是稳住了嫌疑人，保证了自身的生命安全。明天请您继续收看防范绑架抢劫护佑平安特别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